虎皮兰有三个生长密码，许多人不知道，难怪总是不冒芽。虎皮兰呢，它净化空气能力非常的强，但是想让它养爆盆的话，一定要了解它的三个生长密码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水太多不生长，它是喜欢干燥的环境的。如果浇水频率太多，土壤处于潮湿，那它很难冒新芽，容易闷根烂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盆太小，它就会长得慢。所以呢，我们养虎皮兰的话，最好选择一个大点的花盆，能够给它一个生长的空间。第三个就是栽的深，它不冒芽。因为虎皮兰的这个花根，它都是浅根系，适合生长在干燥的土壤中，耐旱性能是比较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好是给它这个浅埋一下，不要种得太深。再一个就是在生长季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给它施肥。施肥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给它施这种高浓度的爆根原液，兑水稀释之后直接浇灌，半个月去给它浇一次就可以了。根系长得旺，那么就能够蹭蹭的冒新芽，很快呀就能够养爆盆。